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被放蠢了。首先呢，哎，我为什么要这样拉？我近一点。我为什么要用后置拍呢？就是因为我刚刚自拍了一下，发现我也太丑了吧，然后就只能拿后置拍一下。然后我现在很开心，看外面的阳光多么的明媚。然后就像我的心情一样，我现在是一只自由的鸟。我今天这个妆是什么风格呢？就是说日韩交杂风。我之前就是大家都知道我都是涂哑光的唇釉嘛，但是我来到韩国之后，突然爱上了这种玻璃唇，因为它显得我的嘴唇非常的丰满。好像是这两天就是说有点太自由快乐了，怎么感觉吃的有点圆了，怎么这么胖啊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发，后面这位美女是谁？还有一个小粉红是谁？就是口罩都遮不住我们的开心。等会儿就是我们要去吃一顿好吃的。异国他乡的月亮也太像两个灯一样，有没有？好亮啊！异国他乡的。现在准备买月饼，我半天不找到一个中国的月饼。我在等杨子阁买肉夹馍。我在等杨子阁买肉夹馍。你好高啊！哇！这里风好大，好美哦！那这样看我，我今天涂了个眼下腮红，还挺有用的。我是真的。小马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。我太喜欢这边的牛肠大肠了，所以我今天第二次来到另一家店来吃这个，看一下，这是太棒。然后我现在准备等它熟，然后准备开动了。现在是我在韩国的倒数第二天，然后我现在又来到了一家比较有这边特色的店，是一个炸猪排的店，准备上菜中。Nice， 看起来很不错，准备开动了。机场，然后准备回国啦。哇，我已经时隔快五个月，是五个月吗？还是四个月？快五个月，就是离开祖国五个月了，这么久了。我第一次离开家这么久，就是在国外。然后我真的很想回去。好好吃。宝贝们，我终于回国了，回国了！这后面是谁？啊，我们
终于回国了，国庆节回国。我刚刚做完核酸，然后现在就是也不知道等一会儿是不是去选酒店，还是说就是拆酒店拆盲盒隔离了，等待盲盒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到了隔离酒店了，我终于回国了。